红橡胶。现在只剩下六十项而已，原来是有二十八个项围起来。还有看到龙吗？我们叫这种龙，我们叫是纳卡，也可以水龙。不管是象，不管是龙，还有麒麟，都是神话里面一种佛教里面的守护神。所以各位看。下。
这样做。